黑白记忆之中有金色在涌动，是你的指引拨开眼前的尘封，你无消散无踪，藏无随之轻松，复苏的胸中什么在跳动，你就这样张扬地闯进我生命里，我熟悉的感觉下意识收紧，这个恍若重生的你藏着什么秘密，越看不透越是着迷，就是你。是落英缤纷的惊艳，是皎洁又像沉迷沦陷，不知不觉你已占据我所有视线，却将世情红一片，追逐的脚步从不停歇，不增不减，爱超越一切，有你的世界黑夜都终结，去续写爱的誓言。醒醒，快醒醒，小姐！这可怎么办呀？求你快睁开眼睛啊，小姐！好像有绿萝的声音。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绿萝，我这是……老爷下令把你关在这里反省，不准任何人看望。我偷听到苏西小姐要趁机报复，你得赶紧逃出去才行。这小丫头，难道是？得想想办法。明明都怕得不行了，还想着要救我。小姐，别怕，绿萝，有我呢。撬锁这种技术活就交给我吧。潜入牢房救人，来，告诉我你是用哪只手撬锁的？不记得了，那就算右手好了。给我砸烂他这只手！不对，光右手怎么行？这种事肯定得左手帮忙的。这群畜生，有种冲我来啊！哎呀，别着急啊，马上就轮到你了。怎么停了？声音大！这贱婢不是还有两条腿吗？是，小姐。苏西，你个人妖，欺负一个丫头算什么本事？你说什么？真可怜，勾搭太子那么久，眼看就要上位了。却突然变得不男不女，太子瞎了才会要你吧？有空在这儿打人，毒解完了吗？给我闭嘴！你做什么？放手！不许动，让他们把绿萝放了，否则杀了你。小姐，苏洛，你敢？你以为我不敢？别以为我会怕你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爹爹，你可来了，快
洛儿，有话好好说，抓着你姐姐做什么？他怎么也来了？糟糕，怎么说也是这具身体的爹，要不要赌一把？雪儿，没伤着吧？爹娘，你们看看他，你要为你做主。父亲，之前是苏洛不懂事，我知错了，请看在女儿的份上饶过绿萝，我定当弥补。什么女儿？我把你这废物养到今天，就是为了保住太子妃的名头，可你呢，竟敢顶撞太子，现在求饶晚了。哼，你丝毫不顾为父的前程，倒是为个奴才闹得鸡飞狗跳，还想害希儿。来人，给我把这奴才拖下去喂魔兽。是。在这儿反省吧。瞧见没有，废物，这就叫天赋灵力，你永远都不可能拥有的天赋灵力。地震。谁欺负你了？不用你管。贱人，你疯了！那可是晋王殿下，竟敢无视我！晋王殿下，哎呀，果真是晋王殿下呀！我远远一看，雷霆万钧，有如神将，就知道肯定是尊驾。你们来的正好，人都到齐了，本王可找你们有事。殿下只管吩咐，苏府上下必定在所不辞。好，都有谁动了本王的身？你们是自己站出来，还是让本王一并送你归西？这丫头什么时候成了晋王的人？不用你，我自己来。小心点，你身上还有伤。有爹娘在，我不出头就……小女，都是你造的孽！瞧你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德行，对自己亲姐妹也敢下毒手，还不快去给洛儿赔礼！喜儿乖，不哭不哭！老爷为何如此贬损喜儿？之前还不是指望他和太子？住口！还有你！这些年要不是你这蠢妇私心作祟，又怎会让洛儿受了那么多委屈？你不过你放心，洛儿以后有爹为你做主。我说爹啊，你到底要不要脸？什刚才那声爹，是我代表这具躯壳最后一次叫你。从此我苏洛与这凉薄的苏家恩断义绝。
彷徨，兜兜转转，仍在你身旁，说我泪听文章，换天地为之动荡，未必见得模样，这一份倔强是分之缠绕。